安娜·克瑞斯汀娜，这名曼哈顿老鸨。出生在苏格兰的安娜·克瑞斯汀娜，就像任何一位普通的美国妈妈一样。当然啦，前提是如果你认为经营卖淫王国是普通。克瑞斯汀娜在纽约曼哈顿的高级住宅区里租了一间公寓，以此为基地供旗下妓女们做生意。过去15年来，富豪们进出于这间位于78街的公寓。有邻居表示，常在夜间看到加长型轿车停在外头。据报道，曾有一名恩客是纽约警官，克瑞斯汀娜因此享有警方的保护。但现在已没了保护，克瑞斯汀娜面临法律制裁，需付$200,000履约担保金。克瑞斯汀娜的说辞是她在发展一套合法的网络红娘服务，她在狱中至少将有其他女孩们的陪伴。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。Woohoo!